这里是今日说法，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意外，对，命运错了。色情网站，哎妈，原来是个付费网址啊！玛利亚，只有一分钟。Yes。哦，攻击这么快。然后我就回到了。因为爱情鼓过掌吗？我不太清楚，反正我只知道我现在上面绿了。知道这有没有实质性的人生的约定？如果你要说这种约定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有。我们也是相处了一阵子吧。为幸福而鼓掌是吗？在哪学坏的你？我是 number one， 是啊，也是前锋，当然前锋射手。嗯，射得进去吗？那你怎么留？哇，老能射了！超大空间一个非常的隔音，它一定是有用的。对，超大空间是便于做爱。哇，做爱，做爱，按爱。啊！我有新朋友。有人需要急救吗？你需要 CPR 吗？你需要吗？一来就对侦探袭胸，我是不是应该出于礼貌也对你做一下同样的？不可以这样子，有来无往非礼。不是，养女。那你的羊呢？我是他的羊。我也愿抛弃了财产，跟他去放羊，每天让他用那皮鞭不断轻轻扎在我身上，就是下面甩面各种面。你下面怎么了？专门下面给人家吃。你有本事把我绑上，你就过来蹂躏我呀！我来了，绑上我以后就跑了，算什么好汉？蹂躏你，好爽啊！不要说，不要啊，不要停啊！What's happened? Who are you? 我们失踪的这个 James 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？雇佣关系啊。雇佣关系为什么在你的日记里面会有这么暧昧的记录？暧昧吗？连接两天，你写到今天天气不错，风和日丽的 ，James 真又来了，我又拒绝了他。这哪儿暧昧了？两天，请问拒绝什么？他来干什么？他为什么没能得逞？他为什么没能从你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？你觉得呢？这我可以给你看一眼我的特别的东西。对，哎，看有没有看到？2016年的新款有没有？我一般验证腰带都是这么验证的。我们啊，继假天王之后，最后一个单身天王。娱乐圈最后的女性固有财产，属于所有的未婚少女。够了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就是那个放火的人。啊！我是在女人的芳心里纵火的人。所以，我觉得人都是有底线的，对吧？我觉得，哎，你们还待在里面啊？没关系，他们走他们的。对，没有，还没完。你别吐到自己椅子上，请坐。小美男，后面还有一句。我的盛世美颜燃烧了10岁到70岁所有女性的芳心，所以我让你，哎，这个我不爱听了啊！充分注意，这个不爱听了。你应该是50岁到70岁之间吧？